是今天特别到淡水来为来加油，因为毕竟啊，这个淡水过去这几年来，我们努力了非常多的建设。我们刚才也去看了我们海关码头，还有我们的护卫炮台及护卫的议员园区等等这些新的建设，很多都是我们努力的成果。那我们希望将来孟凯能够代表这个选区担任地方委员，全力的来争取更多地方的建设，跟侯市长配合起来，全力。当然，我想刚刚我们之前有这个朱队长啊，现在有这个侯队长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当朱队友、侯队友，我们就是要一起把这个新北市给建设好。尤其是过去八年，真的朱立伦市长把我们新北市这个百年建设都已经定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而且逐步的在落实当中，然后都已经让大家看到成果。所以说，现在的淡水或现在北海岸跟以前是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们希望那么好的一个优良的这样的一个政绩，我们要延续下去，我们要继续的当朱市长继续的守住淡水。其实我们不管国民党的历任主席，我们都应该全力的来支持韩市长以及我们的立委候选人。那我们也希望包括历任主席啊，以及全体选民都能够担任总理位或者其他的职务。那最后竞选总部还是应该要跟党和二轮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周末啊，在台南。天主席的记者总部，我也会去参加，好像蛮散会一起，那我们大家一起团结来让我们把2020总统的定员完成。我们最近大概礼拜六会在台南碰面啊，那我们目前只是听到说历任的党主席啊过来帮忙。那应该我想担任国民主委是一个自然的情况。那至于将来继续投入的工作，这些包括历任党主席要怎么样帮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还没有办法上台。那至于我的看法呢？继续投入还是要跟党的二位的人来，又让我们战力发挥到最高啊，让我们团结一致是最重要。这个要尊重韩市长，那我们第一任党主席大家都有责任，也会全力的帮忙。我们还是强调这点，但是我们会考量。现在都是传言啊，因为这个都还没有人看，都是落实。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啊，除了尊重吴主席的布局以外，要多给年轻人机会，我们党要多培养一下未来的这些县市长或者是国会的战将，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方向。目前我们是听到这样的传言。最重要是不管第一任的主席、第一任的副主席，大家都能够来帮忙。那最重要的是能够跟二合一发挥最高的战力，这是我们的目标。好，谢谢。